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是一个游戏环节，叫合力猜词，来吧，自我介绍一下，还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孟川。大家好，我是霍兰。豆豆，小浩。Round one， 川哥开始吧。飞机、高铁、推车、交通工具，三个字啊。服务。乘务员，员，乘务员，太厉害了。Round two， 太简单了。巴黎，法国。你给了两轮无效信息了。他这个挺有效的，太坏了。刚结束，奥运会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们四个，我知道你能兜着，就知道两条就可以了。我想给他上上强度。那接下来你猜好不好？好，我猜。Round three。我说这个好难啊，这个咋弄啊？哦，哥，只有靠你了。你至少先告诉他是个英语吧。我来说，法子 ，cry， 杂志 ，magazine。哎呀，在这考英语，不知道你翻译，不能说英语让你翻译。时尚，是个英文单词，是个英文单词，跟法子跟杂志有关的 ，Vogue。啥玩意儿 ？Fashion。哎，对了嘛，对了嘛。Round four， 四个字。何广智。带刺玫瑰。打扫卫生。你不得再说一个吗？我可以的。保洁阿姨。哎呀，看看，聪明，欢迎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基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汪德发。我们是颇有肢体快问快答。太简单了吧？这是在干嘛？就是美甲，就是一个人就喜欢美甲。他喜欢空手接白刃。空手接白刃。对。他喜欢正骨。正骨。他喜欢偏头痛，对，该呀，对，八哥对，就是，哎呀，抽象派，抽象。第二个问题吧。我猜的也是这个，我猜的也是，对，钢琴，毛笔，平板，琵琶，镜子，学习机，不对吗？若有灵魂，那就是我的段子。他不是本来就有灵魂吗？你的段子、是你的段子都本来就有灵魂，本来就有灵魂。你问题的问题，问题的问题，他问浅了。对。鸭嘴兽，你不能因为我牙翘，你就说鸭嘴龙，肯定是不是龙？它只突出了这个，所以说它的特点全在手上。这个叫海豹、海狮，张嘴闭嘴，它就这样。蝙蝠、考拉，这不是掉叶子吗？就是，这就太抽象了，就是太抽象。考拉不用动哦，待着。这个厉害厉害。你学考拉，不用动，所有人被扣那儿了，啊，来个最真实的，最真实的。哎呦，这也太难了，这应该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把哑、打麻将，九万。这个是拿了一个巨重的哑铃，来健身。篮球，他就在球馆里就拿起来，哎，进来耶！其实是就正常的看手机，看手机。我觉得大多数人第一件，看手机啊，看手机。哎呀，我想过这个答案，我都不敢想。我觉得对，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，你看手看手机、啊。Damn！ 看，没想到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那个游戏结束。好，拜拜。今天演完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好像道具效果不错。还行，对，这个还行，能
我也不想改的，但我直接在支撑后面，我压力好不大。判我俩现在我俩都不怕、更害怕了。对啊，你们三个我哪都怕，我都要给你们。哎，你们都是害怕，我是想给点。这一刻等很久啊，早就想过呀，今天终于有镜头了，是吧，毛豆？给你。为了整脆。比赛压力太大了。真的受不了了，每天就这么写，这么改，残酷。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已经打包好了。对，我准备要退赛，他也要退赛，他也背个包。啊！方哥还是包袱太重了，他不会抖包袱。我只能背着，背在背上，我太累了，抖不了包袱。大家好，我是广志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佳。大家好，我是毛豆。你的衣服是自己准备的吗？我去了马尔代夫。毛豆，你上回说大强是说骂什么？邓好亮，邓，广志那个邓有什么事儿？我巨爱吃你大肠。小佳、你对今天的票数满意吗？我觉得今天就是很难受。毛豆，你觉得我接在你后面接的怎么样？鞋掉了。你觉得今天智商演的有你百分之多少的事？我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觉得那个就是不如当年了，我觉得。我宁愿输，我也要回答这个问题。首先，你这个头发到底多少钱？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张绍刚老师组织的特别好，今天的比赛选奖的最佳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头踢的跟金池张老一模一样，我这就我能给人踢了。我觉得今天的盒饭特别好。小佳，你想进总决赛吗？我觉得摄影机拍的特别好。毛豆如果不想回答我问题，就是不想录腾讯的任何节目，对吗？对啊，我喜欢特别喜欢回答你。游戏结果是平局。大家都是，拜拜，大家都是输家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莫川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浩。怎么玩？随便问个问题，这个就算了一个吧。哦，对，他刚刚问了，我玩闹嘛，厉害呀，是扣分。你姓啥？赤老。哎，你手机穿起来了？哎，是摄像头。超哥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姓莫。你家住哪？住。你下面稿子写了吗？绿植。哇，这人太上瘾了。我妈属马。你爸姓什么？吃饭了吗？这个裤子多少钱？我妈属鸡。获胜者是 Keith。今天就玩到这里，拜拜。好嘞，拜拜，你也该玩上。咱玩那种，咱答完是，然后呢再就搭配首尾，就什么都是 yes， 然后再回答一个不相关的。你觉得哈潮确实没有呼兰哥讲的好，是吗？是。哈潮188。你觉得广志是不是比这事幽默多了？是。不是，这不都得答是吗？你说但我听见不舒服也不行吧？我听见难受，我自己失望一下不行吧？我也没说你答错了呀，我就难受。我来答完四，然后呢再搭配首尾。你是不是不会脱口秀？这是。哈哈潮确实挺幽默的。今天游戏到这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对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叫珊珊，我是哈曹，我是徐浩伦，我是谭向文，我们是漫才兄弟。现在就问一下珊珊大爷，接下来这轮要讲哪一方面的？长沙天气是不是挺热呀？你喜欢什么？这个得扣分嘛，对吧？带我去哪里睡觉？28。你崽多大了？右转。有喜欢的车吗？我们那儿已经下冰雹了。去过人民广场吗？左转。哎，什么时候回去？上厕所。报个警队警头。猴子。鞋子多少码的？灯太亮了，吃饭了吗？我是孙子，你是谁？你多高 ？C，
你读高 C。获胜者是珊珊。大爷，他们都让着。大爷真没让你。大爷，你是一点不让我们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叫反向猜词。你来指挥，我来指挥吧。这个词儿啊，它有 BGM， BGM 呢是一个组合，是一个男女组合。然后呢，你随便唱一个，那边又又，那边又又。凤凰传奇。对，然后这个字儿，这个凤凰传奇它经常会出现在哪里？它的歌。广场舞。对。然后小慧，你伸出右手，再伸出左手，然后两只手。反着来，然后拨开，游泳。哎，对，好嘞。哎，布姐，哎呀，你这两天晚饭经常会吃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我现在希望你左手拿那个东西，右手来从上往下，可能要香蕉。怎么香蕉？剥香蕉。对，好嘞。哦。小慧姐，是一项体育运动，然后我希望你先站起来，哎，站起来了之后蹲下，这是一项奥运会的运动。奥运会，这儿现在有一个杆儿，然后你要把它扶起来，不是，你要把它拿起来，举那个哑铃那个吗？拿一个举重，耶，四个都猜对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。